9:54。这张专辑是四年，隔了四年。对，新专辑叫做《变心记》，是我的第6张个人创作专辑。那刚刚演唱的《独占》这首歌，就是在这张专辑的最新的抒情主打歌。哦，为什么
花了四年才出这张专辑。四年的时间其实有很多的消化，然后这张专辑主要是在讲我们的一些负面能量。我觉得每一个人其实要认识自己的负面能量，才可以更有力量继续往前走。哦，所以就是因为这个原因，所以你在录制独占的时候落泪了是吗？是落泪，我好心疼。在一个心酸的故事里，我觉得有一些遗憾在这首歌当中。哦，那这个让我很心疼。然后你的专辑名叫《变心记》，我也很心疼。为什么？为什么叫变心记？我是会变心的人。因为十年了，那个很久没有见到新加坡的朋友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对我变心？不会不会不会，来掌声鼓励鼓励好不好？说真的，四年的心血哦，集合的这张专辑，大家一定要多多支持，好不好？快出多一张新的专辑，因为下一张专辑不要等四年那么久啊！好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哥哥，我在跟你讲了啊！这是我们的节目也来到尾声了，那下个星期呢，来到我们的节目里头的表演嘉宾是来自北京的美声歌手柏林。哎，是的，当然下个星期我们还会有另外一位千倍奖的幸运儿来到现场。好，那再次提醒所有的朋友，千万不要忘了，下个星期要准时收看我们的。缤纷万千在声中，拜拜，明年见，明年见，新年快乐，Happy New Year，试一试啊！本周六，来自中国的实力唱将柏林将带来动听歌曲《缤纷万千在声颂》。星期六晚上9点，八频道与 Togo 现场直播。本节目是由山中全是为了你为您呈现。我优雅。